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妹。我们今天到河边来，今天给大家出一个怎么种鱼、起鱼的教程啊。首先还是得先捡网啊，还是先捡网啊。不管你种不种鱼，网得先捡好，是不是？来吧，扎进地缸啊，45度慢慢往上收。每次脚人撒网都是孔啊，你脚人家能上鱼吗？这回哇塞，我老看到鱼也跳。自己老打不到鱼，你还叫人家上鱼？哎呦，那都是运气。我感觉我今儿运气爆棚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我给你打钓，给你钓，我在这儿。啊。好，就在这儿啊。能上鱼吗？能上鱼就给我点个小爱心，不能上鱼的话，你点俩心吧。好，翻过来啊。我感觉能上。1、2、3，走。好，看有鱼了吗？好厉害呀，姐姐呀！谢谢。啊，有人来夸你啊！小迷妹儿，没。反正水看着挺清的，有没有鱼我真不知道。好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往下去了之后慢慢洗网，慢慢收。我们也可以蹲下来，蹲下就有鱼吗？有可能吧，不一定，有时候蹲下可能上厕所要蹲下来。你会不会讲话？你真是的，让我起来。好的，好的，最好的一点是什么？这里感觉没有大石头，是不是有鱼撞网？哎呀，还那么大个大的啊！来，完了。起网的时候就是这样子，慢慢起，贴着水面啊，就是给大家拍一个有鱼的教程。哎呦，我拍鱼，我拍啥网？有没有上鱼全靠运气。咱有鱼就有鱼，没有鱼拉倒再来。我去，反正泥巴洗一下，洗一下。泥巴是有一大堆，我的娘哎，这是这网收获太大了，这个水底太脏了。天哪！你们都看我网，我网都成这样子了。赶快洗网。我网都成这样子了。把网洗一下。我估计这鱼肯定是没有的，你能不能给我点个小爱心？把网洗干净。就看在这一网都拎不动的份上，能给点个小爱心吗？不说了，我先哭会儿去，我要洗网。就这样把教程又稀碎。哎呀。